那三位要不要先说说现在开始拉票了最欣赏吴冠阿伯的地方是哪里不然你先我觉得他的勇气跟他的体力跟他的智力跟他的恒心让我最佩服以他的年纪因为我已经63岁了可是他一直说他大我一轮怎么可能呢他又看不出来真的很棒你刚刚跳舞这样子真的是真的是大你一轮真的大一轮看不出来75而且阿伯刚刚还来说因为疫情的关系他现在是这次是第一次跳对体力还是很好啊对啊